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累了吧？洗洗睡吧。水我已经倒好了。那你呢？我去那边睡。不是，哎哎哎，等等等等等，都规制好了，那屋睡去，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不想同床异梦。什么叫同床异梦啊？我说什么了我？不用说什么，都明白。我有我的人格。哎，咱说的到这儿了。什么这个这刚动点小心眼儿，你就。再说我也没说出来呀、啊。再说，哎，我们家那口子。去去去去，你来干什么？滚滚滚！我就不能有孩子，我就不能有过去啊，我就不能有点念想啊，我就得跟。